喜欢吗？沉默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个好 DJ， 但你不是一个好恋人。好 DJ 为什么不能是个好恋人？干嘛？什么父亲？你们有谁愿意跟沉默老师实习的？我愿意。沉默老师你好，我是妖姬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大家好，我是沉默。今天的节目有点不一样，我们伟大的总监呢给我配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实习生，他的名字叫做妖姬。你好，我怀疑我老婆出轨啊。以前他跟我连吃七天面，一句原因都没有。最近我打包回家的还是那碗拉面，他碰都不碰的呀。俗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春风一吹绿油油。沉默，你就是一垃圾，你节目也是一垃圾，垃圾扔湖里还能分解呢，你是不是一傻逼？闭嘴！你今年多大了？32，怎么了？32岁，都已经半截入土了，人家天天给你吃面条，突然心情不好总是睡觉，怎么了？你老婆瞎了眼，男人死光了，拉你做丈夫，简称男四拉夫。是碗面吧？小荣派来的队，安插在我身边。我就自暴自弃怎么了？没人听我节目怎么了？我就是受不了别人骂你。我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特别简单，不要让我再看见。滚啊！沉默，恭喜你收听率狂飙，你千万不要向沉默学习，他就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。我好像听到了我的名字。他资质很好，给你可惜了。台长，沉默，你干什么呢？有人挖我墙角啊！我只是希望不要浪费了妖姬的天赋。我沉默发誓，一个月之内，我和妖姬的栏目全台收听率第一。哇！如果我赢了的话呢？我娶你啊！结婚，结婚，结婚！我赢了，你挂着牌子，游街。你还请假？你还想写什么呀？我是蠢货。喊得好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特长？从小我妈就说我没什么特长，唯一就是能忍。那上回骂听众的时候怎么没写能忍？骂我可以，骂你不行。年纪轻轻挺会拍马屁呀、啊、喂，妖姬姐吗？我刚才哦看到我闺蜜的男朋友。沉默老师，你说爱情究竟是什么？爱情就是因为爱搞出了好多事情。怎么样才能从一场失恋中走出来呢？你失恋过吗？怎样才知道自己爱上一个人？小妹妹，恋爱了吧？我知道你是夏天。今天要跟小龙决一死战，绝不能输。不拼了。喂，你好，我妈妈生病了。我不要坚强，我要吃妈妈做的菜。我一小时我妈发的脚痛了，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，我小时候胆子小，我妈就说妖姬啊，虽然你是麻将牌里最小的一张，但你一定要坚强。怎么这么冷啊？是不是下雪了？等你病好了有什么愿望，师傅帮你实现。我想去一个地方，叫稻城，听说那儿可漂亮了。好，带你。沉默老师，你说有没有那样一种可能性，我们还会来这里，比如说一年之后还会来这里一起看星空。想和曹总合伙投资做生意，结果曹总把钱给卷跑了。现在银行已经向法院申请把小龙姐财产都给冻结了。是吗？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残寒的男人。陈默主动跟人家保险公司人员说非要赔你50万，这不明摆着给你送钱吗？用房抵押的。4年前的今天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播。干嘛？快点快点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有一对男生女生，他们在大学广播站就是搭档，尽管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他们的爱情真的就源于一个领域。
如果男孩赢了，女孩就做他的女朋友。他以为这样就会感动我吗？怎么可能？我都没哭，你怎么哭？不用你管，我为自己哭。喂，神经病啊！陈光，那位朋友，我要帮你把小人娶回家。听人说喜欢上一个人，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了傻子。眼睛里除了他什么都没有，就连是被伤害还拼命劝自己挺住，千万别死。这张卡还给你留着吧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还给你以后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我很孤独，如果没有你的节目，我可能就撑不下去了。有一个地方叫做道场，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，看蔚蓝的天空，看白色的雪山，看金黄的草地，看一场秋天的童话。欢迎收听《走遍全世界》，我是程。说来可笑，每天我对着麦克风自说自话，帮别人解答人生的困惑，其实我自己的生活才是一团糟。根本不知道这个城市里会有几个人听我在这胡说八道，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帮我打下双闪，哪怕是一个人、一辆车、一盏灯，我就想让妖姬知道我在找他。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，不够勇敢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那又怎样？因为你是妖姬，麻将牌里最小的那一张。可是如果没有你，活不了十三幺。谢谢你，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